今天，我们特地拿这个螺丝刀来撬一下这个叶片锁做示范。因为现在的话，处于这个叶片锁当中啊，有很多所谓的 B 级、超 B 级各种各样的叶片锁。因为这些叶片锁的话，它呢防技术性开启啊还可以，但是呢防暴力开启这一块啊，现在的网上面这个这段时间呢、在南宁电视台、南宁新闻啊也报道过这样的案例啊，有一个小区嘛，楼层监控录像拍下一个小偷就用一把螺丝刀，十多秒钟不到二十秒钟把一个防盗门给撬开了啊。现在呢在全国各地，特别是在广西柳州、南宁、桂林，还有湖南长沙，还有广东，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类案件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做一个测试，测试这些叶片锁，这些的话所谓的 B 级、超 B 级锁，看它的防盗性能怎么样。因为很多种锁具啊，它的防盗性能啊都不行。因为防小偷啊，一把螺丝刀啊，快的十来秒钟，慢的二三十秒钟，就可以把一个防盗门给打开了。现在的今天我们测试这一种啊，是双面叶片的啊，这叶片锁啊，具体厂家我不说，因为现在叶片锁基本上是这些类型的。我今天示范了好几个厂家出的叶片锁啊，这个也叫超 B 级，也叫 C 级锁啊，他们有些厂家也叫 C 级锁，看它的防盗性能和效果怎么样。现在呢，我把这个锁啊，把这个钥匙啊打开给大家看啊，这是一个完好无损的锁。现在呢，我们先把它给锁起来，把门给关上啊，把门关上，把它反锁。好，今天我教你一个方法啊，你也做了示范了，你啊，撬开它啊，安全锁了。第一步，先把这个覆盖给撬出来啊，然后的话，撑进竹叶里面啊，左右顶的话的意思是把它锁紧了。看这边，边柱拿出来，看，好，走，看住啊，这是一把双面叶片，啊，这个叶片锁的话也要求。也叫超 B 级锁啊，现在也叫 C 级锁。现在我把这个门呢打开给大家看，也要把它反锁。看看人家这个防护盖很容易撬下来的啊，很薄啊，很薄，很容易撬下来的。把整个边柱出来了，随便插一把钥匙进去，啊，直接插一把钥匙进去就行。直接插一把钥匙进去就行了。
真正的熟练呢，现在我是做示范给大家看。因为你把这个东西呀、啊、你左右扩大，左右摇，扩大这个孔，把这个孔扩大以后呢，往外面小腿轻轻一翘，它这个手呢就很容易崩出来。因为按照手厂的标准要求，做这个手啊，生产这个手啊，一铜啊，都一般是用要用59铜，但是有些手厂啊，为了节约这个成本，用的锁的材质啊，甚至用到52铜、40铜都有。铜的材质啊，铜的含量越低，它那个锁的这个脆度啊、脆性啊，就是很脆，稍微一点点的一个翘，就马上就很容易崩出来，一翘崩，一崩了出来以后呢，它边柱就露出来了，边柱露出来了，把这个边柱一抠出来，就把锁基本上就完蛋了。这个呢，拿一个锁啊，随便把这个把钥匙插到底，顶到底，顶到底呢？因为它为什么要顶到底呢？顶到底顶住那个摩擦。熟练呢，也就是10来20秒钟。刚才不是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啊？好，拆下来，换一把。这个开启的也是同样的，很快的啊！现在做示范给大家看，来，你来演示给大家看。翘开一点吗？也都露出来一点吗？都翘深一点吗？我把底这个练，我把底这个练死啊！边柱很薄的，小的很细的，它两个边柱啊，有些厂家的边柱比较厚，像这个厂家的边柱比较厚，啊，好，接下来。
家商品啊。以前是扩大眼值，扩大眼值。那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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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直接插到底。对。再试一个门啊！拿把钥匙，这把钥匙估计不对的。这种锁？不是我给你的这种锁。好，一样的。
这个边就更加薄，很薄，头啊，这个边更加薄。啊，看这个门呐、啊，这个边柱很薄的，小的。这个是跟外一把啊，记得。稍大一点，稍大一点。嗯，边柱啊。再换一把，我这个就方便多了。照一下这里，看看这些啊，都是做测试的。各个厂家的都有啊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，这些都经过测试过的，啊，我们都测试的啊。看清楚一点，都是这样一撬的话，这个把这个边柱取出来以后，都可以。啊，看清楚啊。多把了，五十二把了，五十三把了，这里还有，五十四把了。今天做测试，测试了五十四把锁，基本上所有的啊叶片锁，所有的这些超 B 级锁啊，通通一把螺丝刀啊，快的十来秒钟，十秒钟，慢的二三十秒钟，基本上都可以全部可以打开啊，扛不住一把螺丝刀啊。这些锁都在这里，好，继续做测试图啊。这又是一把外洗的啊，也是外洗槽的，
啊，现在多做一些测试给大家看啊。好，打开了。嗯，好，拆下来，看一下，这是外洗的啊，外洗槽的钥匙。